么吃的日常生活，大清朝就产生鱼嘛，海岛嘛，就是捕鱼为生啊，农作物很小。大陈岛人有钱没有钱，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你家有没有养猪？养猪是有钱人家，哦，所以你家最有钱人大概可以养到两头猪，普通有钱可以养到一头猪。好，所以你家有没有养猪这件事情，是你家有钱没有钱的一个象征，哈。哦，那大陈岛没有水，没有电。大陈岛我们的人民呢，喝水都是靠天的。老天有下雨，那个溪坑里面哈，就有水流出来，好，我们就去挑比较方便的。大陈岛其实是有一个战略的位置，就是如果你从长江流域或者是浙江沿岸你要出海，它其实就是一个防卫线。那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列岛，所以它下面还有披山、南旗。同门 OK, 这一系列一江山等等这一系列呢，所以它是连起来，它就是一个海上的一个小的长城吧。因为在大陈岛那个偏乡偏僻的岛屿，其实没有官府的力量在，是没有政府力量在的。海盗某种程度在那个地方也形成一个类似接近政府的一个角色。好，那当然第一件事就是你要付保护费。时候呢，蒋经国就奉命去考察，当时是秘密的。蒋经国就做了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把这些队伍呢，可以把它武装起来、编制起来，可以作为反攻的跳板。所以是1950年代的年底的时候，做了这样想法。那做了想法要怎么样去付诸行动呢？就找了胡宗南，就找了胡宗南去把这个队伍呢给他编制起来。那我父亲就是跟当时的同乡，他们就是其实也是为一口饭吃，就他们就逃到海上，就到岛屿，然后就加入了一些当时的游击队嘛。那当时就是好已经被收编的游击队，就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其实这段所谓的军旅生涯，政府是后来追认的，因为那时候政府并没有给任何的，一没有心饷嘛，二没有武装。那你的心饷跟武装怎么来？心饷就是你打赢了，对不对？你得到什么战利品，就跟海盗一样的。整体有制度的时候，是等到大陈指挥部、大陈防卫指挥部成立了之后。韩战停止啊，这个中共的军队打韩战的60万大军撤回大陆东南沿海，准备打台湾。第一个就是要打大陈岛。美国开始对于说要这个第七舰队要协助台湾海峡，维持台湾海峡稳定，这个防御条约，所以他已经在展开对于中国的战略性的围堵。蒋匪天天盘踞在那边骚扰他，所以他太多理由，他非解决你不可。听到的星星，这个炮打，打了1000多发炮弹，听得到一讲，因为说很近吧，也不远吧，都是我们浙江省一个省会里面的这个一个小岛，浙江省打了1042发炮弹，就等于把浙江省整个都打平了，好像白山山炮战一样的被打平了。所以老蒋的日记里也有写。他的心中非常难过，我觉得就他明知道他们是没办法，可是他自己也想错了，他一直认为中共也不知道他的情报哪来的，是要打虞山，就是 OK, 没想到人家是打他的一江山。那重点是打一江山的目的是军事目的是要取大陈。一江山啊，就整个国军都阵亡了啊。阵完以后，他接着那个共产党，他就是要进攻这个上大城下大城，就是大城。蒋中正虽然下令说这些要死守，国军那时候啊，
使命必达，而且啊，有那种共存亡的心理，所以他们都立了遗嘱。美军协防台湾，但是不包括大陈。老总统是浙江人，他希望我们在另外啊，偷美战略上希望偷美国人下水，另外开辟一个战场，从大陈岛反攻大陆打进去。哦，美国人不上这个当，他不同意，没资源。大陈岛包围了嘛，那个船都往大陆沿海走，那他们也不动。啊，形成我们是2月8号，啊，我们第一批的老百姓啊，直接上船。船上我记得我妈妈就是，挑了一个，前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好像那个，箱子嘛，就是他们以前的嫁妆就对了啦。啊，后面就是棉被，就牵着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大概我们就比较稍微穷一点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也没有什么带，他们都好像说叫我们很快就会回去嘛，不需要带什么东西，那我们就这样就过来了。他那哈罗罗罗广播电台说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经过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希望帮助中华民国的大陈岛的军队撤退，也动用一支舰队。我们不是光撤退不行啊，我们要给中共的颜色看，做一个这个轰炸大户，连续轰炸3天，出动300多架次飞机炸大陆，然后我们就撤退到台湾。因为大陈今天的大陈人都认为是老蒋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所以老蒋让他们撤退回来哈。然后后来有说其实不是老蒋，是于大为当国防部长，是跟说是于大为说是他坚持要让大家撤退回来啊。但是我们真的认真去看这个历史啊，真正要撤退的是美国人要逼着，就是半哄半骗，就是半强迫，就是让这个老蒋撤退。把整个地方军民全体撤退，回到这个我们说台湾复兴基地。